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然后今天这一集是用七龙珠复活之前的对手拉力兹。OK， 那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到频道的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把它打开，然后记得追踪我的 IG 跟 FB。OK， 好，我们来打这个拉力兹吧。哎，拉力兹。哎、欸，哦，要弄比克跟他打吗 ？OK，OK， 喂，就是要弄比克当那个第一个队伍的第一位置就可以了。可是打死他之后，是不是要再跟他打的话，还要用七龙珠帮他复活一次？还是可以一直打？好，不管打起来。何？哼！切！哇！哼！いいだろう。我一杀都输了。你算什么？哎！哎！好弱、哦！啊，解决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所以可以再继续战斗吗？洗经验，可以啊、哦，可以吗？哦，只是拿那个奖章啦。哦，可是只能打一次啊。好啦，就是拿那个灵魂奖文章啦，就是这样啦。OK， 好。我们这次用七龙珠把拉帕给复活，然后用悟饭、天津饭、饺子来对付拉帕。嘿嘿，血池。おのれ。あの。なに？やれやれだな。哎呦，很呛哦！我的哈哈哈哈！
等级差太多了啦，我现在这么强。超能力，哇，真好用！哦，好简单。笑死了！好，解这个只是为拿那个文章而已啊，所以我觉得拿文章也没什么屁用。我们看一下那个文章，文章的那个他们的角色，看一下哦，赛亚人强势来袭，最强的播种。我往后看，来，放这里。昔は俺も悟空。哎，他们没有连在一起哦。哎，没有哎，所以要这样喽。よし、だったら俺もついていくぜ。相変わらずだな、貴様らは。好，就这样。